有网友在台湾偶遇李亚鹏与李嫣，照片中李嫣穿着牛仔上衣、黑色裤子，打扮十分潮，皮肤白皙精致，长发披肩，少女范十足。而李亚鹏穿着普通灰色上衣搭黑色裤子，不知不觉12岁的李嫣已经长到了爸爸肩膀，大长腿也是十分抢镜，两人在路上有说有笑。女儿在一旁仔细听爸爸讲解着，看出来两人当天心情大好，网友纷纷评论道，真的是好暖的啊，这样的场面真的是棒，李亚鹏真的非常忙啊，是一个好父亲，爸爸好有力十足。